是你，情字被煽起，自然激发出你。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这次我一定会说实话，我一定不会骗你。你想好了，只能问一个问题。怎么能让你不哭？不是，我说了只有一个问题。或者，你该问我，你问我，我到底对你有什么目的？我还有什么企图之类的？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执笔，舞三曲，光亮起。借丝雨，轻一句，一蓝缕，走过的痕迹，被世人标记。我告诉你，唱作了戏。命运里，谁不惧被嫌弃？似万里在博弈，生死局，不由几生无尽的影子来去，一阵微风捎来一片雨，愿万里你就是他，谁比划过你，愿万里掉进戏，呼吸你，情字被煽起，自然激发出你，为人的话语不见踪迹，我沉寂有勇气来伏笔，剧透里无足以解释虚意，这是什么？我娘临终前让我拿着它去寻我爹。我不在乎一个抛弃了我们母子的人渣，但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我想把它送给你。不行，这太珍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我不配。我心愿与你，我想留住你，想让你不要再哭了，想让你余生都平安喜乐。你心里也有我。陆怀，你别傻了，你不明白，你招惹上我会有多大的麻烦。我不怕。你不怕？如果我毁掉了你刀尖舔血挣来的一切呢？如果我要的是你的性命呢？你随时来取。袖剑小巧，适合防身，早想送你。你别以为我不敢啊！我有一天我把你射成筛子，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，你就等着。怎么了？
我咬到舌头了。